走到义伟，义伟。这里有这么多个，谁知道你的生日是哪一个啊？啊，就让我们现在你听我说，你要这里有，你就挡着，你这里有挡着我，然后这个小女孩出来，他们全部挡住，你肯定的，他肯定的，天的就肯定的几天的。我去把那个电给转一圈，把它打开。是小鸟出来叫的吗？哈，那不想说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哎呀，过去怎么？呢边咧嗰啲喺三环路啊，呢条叫做呢度似系烂尾楼啦，停晒工。依家咧喺中山北路，咁咧點解叫中山北路？原來呢度有一個中山公園。呢度附近咧有好多啲古玩收藏物，嘅店就喺度应运而生。那你一帮老马跟基伦那个也开了，真逗我。
少啫。係啦，邊位姐？哎，佢。啊，呢个就是排了半个钟头先买到的，就买了四个，每个2元。呢个就是惠州的特色，叫做阿摩叫，叫萝卜丝炸饼，咬落去，嗰啲皮咧脆脆地嘅，里面咧就好香嘅，啲萝卜丝味道，唔错唔错，真系可以食得过小食。